了说吹一吹，看热不热，烫不烫。喝了，你在吃什么呀？这是什么？我掉了。慢点。哦，滑掉了。呀，小心点。等我嚼完了再吃啊。给爸爸吃一个好不好？你喂爸爸好不好？我好。分享一下。好好，那你在这吃，爸爸不抢啊。以为你很抢啊，你怎么这样？你在桌子上吃吧，来，别弄到地上了，爸爸不抢，爸爸不过来 ，OK。你看你外甥，怕我抢，他就跑到这里。这里还吃了，切开了吗？小心点。一口，一口来，啊、嗯。烫。啊、嗯。烫。咬一半。嗯，肉。那、啊、妈妈这里有个汤，把它掉了，把它擦一下，妈妈。啊。嗯。啊，不用了。好擦了。擦擦嘴巴。他自己吃挺好的。你的馄饨再吃吧。他吃了，他吃了。吃吗？吃点花，把他给气的。拿纸啊，把他给拿，让爸爸给拿。你说话。要。要什么？你说爸爸，请给我拿一张纸。请给我一张纸。请给我一张纸。请给我一张纸。你要看着爸爸讲话呀。嗯，好了，擦干了。只吃肉，你看，先吃肉，再吃面粉，最后吃花。嗯。擦个嘴巴。你吃什么呀？你吃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好吃吗？老妈，从昨天到现在，他们两个吃了多少个？嗯。他们两个吃了多少个？他们两个，昨天老大吃了14个、15个，超人吃了6个。那你100个减十，减20个，那就剩下80了。80，这今天又补了8个。对啊，那又不够了。你走之前肯定那100个又没了。那得包。还有呢，要不要了，超人？天哪！接着点，生怕谁抢了他的宝贝似的。啊、嗯，给爸爸吃一口好不好？啊、嗯。
你要吃口我的面吗？掉了掉了，老婆掉了。没人抢，慢慢吃，急啥？嗯，爸爸不抢。爸爸要不要抢？不抢哈，那就爸爸不抢了啊。你要在我的面前？不嫌弃吧？我就要吃馄饨，馄饨，馄饨，这怎么发音呢？这个？完了没？把花吃吃，给你盛点汤不？馄饨汤。再给他一个不？你得问他。靠蓝还要吗？嗯？还要馄饨吗？给爸爸了这个啊、哦。不好了，不好了。好了，不好了。不急不急，没。这是姥姥给你的，给你新的馄饨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好像怎么样了似的呀？吃吧。不要，爸爸不要。让妈妈给帮切了。给剪指甲了要。嗯，我大姐要剪了。今天给大家上学忘记了。和老爸吃不吃？直接咬就行了，宝贝儿，不用非得切了，咬咬一口。他要把中间肉拿出来，要切成一半儿，习惯了。我帮你切啊，我帮你切，我不抢你的。他自己可以。是我的。妈妈逗你呢，没有真的啊。这啥意思、啊、嗯，这啥意思？不许夹子。吃花把花美吗？吃的美呀、啊、谁美呀、啊、哎呀，花跳到嘴里去了。哎呦哎呦，哦吼吼吼，哦吼，好吃吗？每天就吃这两样，吃了好几天也不腻。嗯，只吃花和馄饨，也不喝汤。给你弄点鸡汤喝好不好？可好喝了。肚子饱了没有啊？饱了吧，饱了馄饨爸帮你吃了就行了，好不好？给爸爸好不好？哦，我要去看你。有有，好大口好大口，哦呀，咬掉，嗯，放下去，吃下去，太大了，你看那个嘴，学你，脑袋都要动，好，放这儿吧，好精明啊他，你看，嗯，坐着吃，稍微别乱动。你不看着点，你晚一会儿花跑了咋整？嗯，说明书哪找到了？没有用了，我给你传点录的视频啊。好啊。